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HSK 五级听力考试分两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第一到20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您有零钱吗？您给我一块，我找您一张五块的。有，我有一个一块钱的硬币。女的最可能是做什么的？二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自我介绍了。我姓谢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女的怎么了？三，今天下午有个心理学的讲座，你去不去听？我去，正好下午的课取消了。几点开始啊？什么被取消了？四，这个袋子真结实。那个用手撕不开，给你剪刀。女的觉得那个袋子怎么样？五，儿子是不是谈恋爱了？你有没有注意观察？没注意，不过他现在谈恋爱也很正常啊，又不是小孩子。男的是什么态度？六，姐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拿到注册会计师证了。太好了，我今天亲自下厨，做几样你爱吃的菜，给你庆祝一下。关于女的，下列哪项正确？七，遥控器呢？换个频道吧，这个节目真没意思。等一下，马上就是天气预报，看完再换。男的为什么不让换频道？八，你的胳膊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上个周末滑冰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。关于女的，下列哪项正确？九，平常我都用鼠标，不习惯用键盘。我的鼠标坏了，在网上订了一个，还没到，你先将就一下吧。
男的是什么意思？十，想好给女儿买什么纪念品了吗？买顶帽子吧，我看这儿的女孩子戴的帽子很有特色。女的打算给女儿买什么？十一，其实我对服装设计一直很感兴趣。那太好了，我觉得你对时尚挺敏感的，做这一行应该很有优势。女的对哪个行业感兴趣？十二，你叔叔的病好些了没？吃了那位专家开的药，好多了。现在人也显得有精神了，气色不错。关于叔叔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三，元旦放三天假，你想去哪儿玩？我们不如再请几天假，去三亚玩一周，怎么样？男的打算怎么过元旦？十四，屋子里太闷了，打开窗户透透气吧。好，我去开窗，你应该出去走走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不要总在屋子里待着。男的觉得房间里怎么样？十五，这罐头什么时候买的？还能吃吗？过期没？自己看生产日期，应该在瓶子下面。男的让女的看什么？十六，经营酒吧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你真的考虑清楚了？我想得很清楚了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干的。女的是什么语气？十七，你们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日子定了吗？我们已经登记了，等国庆节的时候再举办婚礼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八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的驾照是不是在抽屉里？抽屉锁着呢，你把钥匙放哪儿了？男的在找什么？
19。爸，这个旧手机的功能太低级了，您该换个新的了。对我来说，手机能发短信和接打电话就可以了。男的觉得自己的手机怎么样？20。你的电脑显示屏太亮了，很刺眼，这样对眼睛不好。好的，我调暗一些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第二部分，第21-45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21题。21，我信箱的密码忘了，你知道怎么找回密码吗？你重新再注册一个吧，反正也不是很麻烦。可有些文件只在那个信箱里有。那我帮你看看。女的怎么了？22，你那儿有胶水吗？有，给你。你在做什么呢？我要把照片粘到简历上。你已经开始找工作了？是啊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3，那个方案修改完了吗？还在改，我们想再讨论讨论。好吧，那你们争取明天给我定稿。没问题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24，最近忙什么呢？整天连你的影子都看不见。最近比较忙，有好多事等着处理。礼拜天休息吧。估计得加班。有什么事吗？女的最近怎么样？25，你好，今天黄金多少钱一克？今天是398，比前一阵儿降了。是降了一些，但金价最近是稳中有升。女的在咨询什么？26，新沙发摆哪儿合适呢？当然是放客厅了，我早就想好了，这个位置。不好，还是放阳台这边吧。放阳台那边碍事，还是这儿好。女的为什么不同意放阳台那边？27，
这次宣传活动是你负责？对，我想看看你们以前做的一些宣传材料，参考一下。我已经给你整理好了，在这儿，希望能对你有帮助。太谢谢你了。男的想看什么？28，真是太巧了，你也坐这趟车？是，单位派我去南京办点事。你在几车厢？9车厢12号。他们现在最可能在哪儿？29，我打听了一下，这附近80平米的公寓，差不多都得100万。要不我们就买那套？你决定吧，你同意的话，我们就贷款买。行，那我们明天就去订那套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30，你有这两天的日程安排表吗？没有，小王说稍后会发给大家。咱们这次是去郊区？对，据说景色不错，还可以泡泡温泉。他们这次活动安排在哪儿？第31到32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甲不喜欢吃橘子，每次吃橘子时都把橘子给乙。刚开始乙很感谢，久而久之便习惯了，习惯了便理所当然了。有一天甲把橘子给了丙，乙就不高兴了，他忘记了这个橘子本来就是甲的，甲想给谁都可以。为此，他们大吵一架，从此绝交。其实，不是别人不好了，而是我们的要求变多了，习惯了得到，便忘记了感恩。31，甲为什么把橘子给乙？32，根据这段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33到3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玩过跷跷板的人都知道，两个人分别坐在跷跷板的两端，一边用力压，另一边才会翘起来。如果双方都不肯向下压，那么游戏就不能继续下去。只有双方轮流向下压，才能交替享受游戏的乐趣。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如坐跷跷板一样，关心、帮助等都是一个相互的过程。帮助别人、给予别人，表面上看是一种失去，但在给予的同时，我们也能从对方那里得到，
从而达到互惠互利。一个永远不吃亏、不愿让步的人，即便真得到了不少好处，也不会快乐。因为自私的人如同坐在静止的跷跷板顶端，虽然维持了高高在上的位置，但却失去了应有的乐趣，对自己和对方都是一种遗憾。33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点？34，互惠互利最可能是什么意思？35，关于不愿意吃亏的人，下列哪项正确？36到38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很多人认为爱因斯坦小时候很笨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爱因斯坦上小学时功课很好，2年级期末他的成绩全班第一。中学时他开始阅读康德的一些作品。大学期间他通过自学，数学和物理水平远远超过学校的要求，因为他有时提的问题，老师也回答不上来，造成了尴尬的局面。爱因斯坦什么时候笨过呢？3岁多时，因为他的语言能力发育迟，他的父母很担心，以为他智商有问题，仅此而已。总之，爱因斯坦从来不笨。这种说法之所以流传很广，只不过是有些人想要使人们相信，小时候学习不好，长大后也可以成功罢了。36，爱因斯坦小时候怎么样？37，大学时，爱因斯坦自学了什么课程？38，关于爱因斯坦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9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小张和小王的情况差不多，都是大学刚毕业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。公司决定试用3个月，看看他们能否适应工作。他们做的是同样的工作，但是两个人的精神面貌却大不相同。小张整天乐呵呵的，问他为什么这么开心，他说这家公司待遇高，有广阔的发展前景，再过几个月我就会成为他的正式员工了。小王则每天愁眉不展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问他，他说听说公司的门槛很高，试用过后会不会录用我呢？现在找工作这么难，我还能再去找什么工作呢？3个月后，小张被录用了，
欢天喜地地成了公司的正式员工，而小王未被录用，他又开始为找工作奔波烦恼了。39，关于小张可以知道什么？40，小王在担心什么？41，根据这段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第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曾经问一位企业家朋友，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，第一是坚持，第二是坚持，第三还是坚持。我心里暗笑，没想到朋友最后又说了一句，第四是放弃。放弃？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怎么可以轻言放弃？该放弃的时候就要放弃。朋友说，如果你确实努力再努力了，还不成功的话，那就不是你努力不够的问题，恐怕是努力的方向以及你的才能是否匹配的问题了。这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赶快放弃，及时调整，及时掉头，寻找新的努力方向。42，朋友的第一条秘诀是什么？43，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第44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小时候听大人们说过，判断一只开水瓶是否保温，只需把开水瓶口靠近耳朵，会嗡嗡作响的就是保温的。后来一只开水瓶不保温了，要扔掉时，我拿起来放到耳边一听，里面仍旧嗡嗡作响。原来这种判断方法并不可靠。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了许多所谓的经验，但正确与否却很少有人去验证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被经验蒙蔽了眼睛，束缚了思维，即使是一个很明显的谬误也难以推翻。44，大人们怎样判断开水瓶是否保温？45，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